黑豹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超级英雄电影，由万斯·库雷执导。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瓦干达，这个国家有着一种神奇的金属，让他们的科技和文化一直都保持在先进水平。影片讲述了瓦干达新王子维卡姆如何在继承王位后，面对种种危机和挑战，保卫他的国家和民族免于被外敌入侵。这部电影不仅有惊险刺激的动作场面，也融入了非洲文化元素，展现了当地丰富的民俗和传统艺术。此外，剧情也深入探讨了身份认同和个人责任等重要主题，让观众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此外，黑豹也展现了非洲人民在电影中的强大形象，为非洲和黑人社区的文化表现和自我认知做出了贡献。该电影在票房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成为首部在奥斯卡获得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视觉效果奖项的漫威电影。总之，如果你是一个超级英雄电影迷，或者对非洲文化和民族认同感兴趣，那么黑豹绝对是值得观看的一部电影。它展现了超级英雄电影的魅力，同时还深入探讨了更多的主题，促使它成为了一部在多个层面都引人入胜的电影。